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禹，话说宋朝，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。各位呢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龙虎相争，赵普暗斗赵光义，功败垂成，独相失去手中权。自从雷德襄的儿子告赢御状之后，赵匡胤很快就把赵普的原来手底下参知政事薛居正啊、吕余庆啊扶正了，开始啊和赵普同知印押班奏事，所有一切都平等了。从此他的权力就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了。而且就在这时候，他真正的灾星出现了，谁？卢多逊。这个人呢，是压垮赵普的最后那根稻草。翻阅史书，你可以发现卢多逊当时所做的其实很平常，他不过就是向皇帝一次又一次的报告，说要皇上不行了，赵普贪赃枉法，纵容手下，还有呢就是非常模糊的动作啊，每朝对多供普之短。你看，不过就是经常性的在赵匡胤跟前啊讲着赵普的坏话，哎，但是讲了什么，史书上没写。但是这并不重要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赵普在宋开宝六年，公元973年8月份被赵匡胤从京城赶走。官方的说法呢，是怕赵普累着，让他先外出歇几天，并且给了他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，仍旧是挂名宰相的头衔，同平章事吗？赵普愿赌服输，败了，千真万确的败了，再也没什么刺儿了啊！只是在临走前呢，赵普给赵匡胤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话，叫外臣为臣轻易皇帝开封尹，皇帝忠孝全德，岂有见然？什么意思啊？别人都说我在这怎么着要对付你的皇帝，就是你皇帝的弟弟，对不对？赵光义啊，开封尹，你开玩笑，你弟弟是完美的人，你可以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去了。赵普就这么走了。想来他走出开封城那一瞬间呢，心中的悲凉愤怒相对都是非常少的。他会笑，笑什么呀？我觉得我揣摩啊，赵普应该心里想，赵匡胤我可尽了力了啊，咱们俩这可相识将近20年了，京城合作才有了今天，你可别怪我，今后无论你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别怪我。赵普出京不到一个月，赵光义被加封为开封府尹兼晋王，正式变成当年柴荣的翻版了。现在啊，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，这边呢赵光义啊成了当年柴荣的翻版，开封府尹兼晋王，这就是预备着要当太子太，或者是这个应该叫皇太帝啊。咱们就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还得再说说另外一边，谁呢？李煜。哎，咱们终于得说说李煜了。公元973年9月以后，赵匡胤站在开封城里，拉着自己那好弟弟赵光义的手往南看，只见率土之滨莫非赵土，除了南唐一隅还差这么点地方。那好吧，该做的事儿终究还是得做呀，虽然说凶拳不打笑面，欺负老实人有罪，但是这问题是这个事儿就得继续做呀，对不对？不过针对李煜一向是那么的温顺啊，赵匡胤也不想把事儿做绝了。最开始呢，他只是派人传话说，哟，你看我特别想李煜啊，想的思念的程度呢已经到了不论是入冬的柴辽之礼呢，还是仲冬时的有失于元秋呢，都特别希望李煜能贴身陪伴。李煜你是怎么办啊？贴身陪伴咱还说什么意思啊？不就是想让我过去吗？哎呀，李煜怎么办？去他敢吗？他那弟弟李从善只是例行上供就被留在开封再没回来，他要是去了，那结果就可想而知嘛。于是他只有一次次的病倒，哎呀不行，我病了我去不了了，一会儿又不行，我病了我去不了了。可问题是呢，赵匡胤这个邀请啊却一次比一次有力度，直到后来李煜也忍不住了，索性站起来对宋朝使者说了，说这么着吧啊，臣是大宋如此的恭敬，愿为保全祖宗社稷如此逼迫，不如一死啊。
他说着就向大殿的柱子就扑过去了，想一头撞死，可当时在场人太多了，他和柱子之间的距离也太大，没死成。但是这态度已经传达出去了。消息传到开封，赵匡胤摇了摇头，得嘞，看来啊还是得再次出兵啊。只是呢他有些郁闷，长久以来他都觉得自己很懂礼遇啊，不思进取委曲求全，这不对吗？对付这样软弱的人也非得像对京湖后蜀南汉那样大动刀兵，就不能像吴越那样让他主动投降吗？答案是不能。礼遇啊像所有人一样，他也有他的底线和原则，可惜真正懂他的人太少了，也许根本从来就没有过，所以那些事让人看得很费解，看得很愤怒。你看他三年以来的机会，当宋朝绕过他的南唐攻打南汉的时候，他的水军大将林仁兆兴冲冲跑来，陛下机会来了，宋朝灭了后蜀，现在要攻打南汉，往返要几千数里的这个地界，对不对？累也累死他们了。现在他们的淮南地段每个州的守军不超过1000人，您就给我几万人马，我从寿州北渡淮河，我一定能把我们江北再夺回来。李煜当时什么反应？很迟钝，就跟没听见似的。林仁兆想了想说，陛下您不必多虑了，当我起兵时您可以对外宣称我带兵叛变了，哎，这事儿办成了，我就把这功劳归您和国家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事儿败了，您杀我全族，以此向宋朝表明您可没二心，是我反了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行还是不行？好还是不好？您给个准话。李煜这边沉思好久好久，然后提起笔来，斩服锦剑，是精心措辞给南汉的刘长写了封信，劝这位邻居向宋朝投降，千万不要抵抗。林仁兆长叹一声，顿足而去。林仁兆走了，很快卢将又来了，这是南唐的枢密院承旨兼沿江巡检，他比林仁兆看得还远些，他说，陛下呀，别忘了还有吴越，他和咱们是世仇，从先先帝啊，就李昪那时候开始，那就势不两立，一旦宋朝打过来，他一定会变成帮凶，不如我们呢先动手灭了他，祭除后患，完了之后我们还能呢增强实力，您看怎么样？李煜苦笑一声，嘿，你也来说这些啊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吴越和以前不一回事了吗？啊，我说卢将啊，卢将啊，他是北方大国的附庸啊，你能对他出兵吗？卢将深深的呼吸，没愤怒没气馁，继续说，只是呢不再啰嗦方针计划了，而是直接去说美妙的明天和具体办法。陛下，其实灭掉吴越很容易，只要您点头，比如说我现在就出去发假消息，说咱们国内的宣州今天安徽宣城啊，还有这个涉县涉州今天这个安徽涉县啊叛乱，您呢宣布征讨，您说不行，我得马上派兵，我得去打他去，这不行啊，这叛变了还可以吗？啊，必须得打。您宣布征讨，但是力量不足，去向吴越求援，吴越那帮人贪便宜肯定出兵，然后您突然发兵就把他们退路给他们截断了，我再领兵偷袭杭州，必能一战灭吴越，您看这样好吗？陛下，您看这样好吗？最后卢将声音还是低沉了，因为他的陛下已经神游物外，不知道想什么去了。劝不定用，江南人也不都是好脾气啊，一叫潘佑的人官位很小，不过是内史舍人，但是他激愤上书议论国事，可能是性子降了点，也可能是李煜以往啊过分的仁慈，这人把李煜比作了什么什么孙浩了、商纣了、夏桀了，把他比成这帮人了。那前两个也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夏桀、商纣，那自古以来这两位天子老大随时都会变成，是吧，拍向任何一位现任天子的大砖头，连当初刘邦骑在周昌的身上开个玩笑，周昌都结结巴巴骂街，陛下乃桀纣之君。但是孙浩这人可太敏感了，也跟李煜太能对得上号了。为什么？江南之主，亡国之君，被俘之人呐。李煜这下可坐不住了，怒了，把潘佑的好友户部侍郎李平一起呢收监了。但是没想到潘佑这人还真有种，他本来就想一死以见君王，在狱里边自杀了。哎呦，李煜这回可丢了大脸了，一怒之下把李平也刺死在狱里边了，理由是潘佑之所以这么犯上都是你挑拨的。
但是无论怎样啊，这时候他杀江南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引起什么轰动了，因为他在潘佑和李平前一年，他居然呢把林仁兆给杀了。就因为他弟弟李从善给他从开封带回一口信儿，说是有一天呢，赵匡胤带着李从善在皇宫里边散步，走到了一间偏殿，这个闲聊中啊，指着墙上一张画像就说，爱卿你可识得此人呢？李从善小心辨认，最后还是很犹豫，说似是江南林仁兆。赵匡胤连连点头，对，正是林将军，他已经归降，很快就会来开封。先寄来一张画像做信物，说着还向外一指，爱卿啊，你看到那一片空宅了吗？那就是我赐给林将军的新家。李从善如获至宝，立即十万火急，将此密信传回金陵，而李煜也没耽搁，马上赐给林兆一杯毒酒，死去吧你。江南林虎子啊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，连你忠信竟如粪土啊，林仁兆啊，林仁兆啊。但是李煜这心情还是很快就平复了，真的不管有多少人对他无礼，也不管有谁突然间对他背叛，他都能迅速的恢复过来，因为他有一处任何人都没法打扰也没法损伤的精神圣地。他的诗词，你不管有多么难受的事发生，只要经过诗词的洗涤过滤，李煜都会焕然一新，重新做人。哎呀，就比如说他日思夜念的啊，远在开封的好弟弟李从善，哎呀怎么办呢，想的不行，抓心挠肝，百般无计，只好付之一词，别来春半触目愁长断，且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呢，眼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，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啊。从善呢，我的好弟弟啊，你还好吗？难为你啊，身在敌国还是这样的惦记我，帮助我，给我传回了这样重要的信息，我哎呀，我多想你啊，我呀。李煜在这乱想，可是有人从始至终脑子都特别的清醒，心口如意，谁呀？吴越国王钱俶。钱俶和李煜一样，名义上都是赵匡胤的臣子，而且职位呢还削微低了一些，他是宋朝兵马大元帅嘛，就是建隆元年公元960年2月赵匡胤封的嘛，这很符合吴越和南唐在传统意义上的江湖的地位，他们俩就是基本上就这么一能耐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说话说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吴越国那是钱俶的爷爷钱谬在这个钱镠啊，在公元907年建立的啊，不过说是建立呢学问有些勉强，他是被封出来的，谁封的呢？这也可以给大伙说说，谁封的呢？后梁太祖朱温封钱镠为吴越王。从那时候起呢，吴越的国策和他在北方君王心中的作用呢也就定下来了。吴越的国策是什么呢？叫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异姓废士大之礼。啊，这是钱镠的临终遗言，而直接了当的告诉子孙后代，不管中原地区啊谁换了皇上，我们态度就一个，就是善事。你不管你姓李的、姓赵、姓王的、姓孙、姓什么的，在那当皇，我们就是一个，哎，我们服。作用呢什么？牵制南唐。这也真是历史悠久了。从南唐的前身吴开始，两浙地区这吴越就和苏皖赣闽间的这邻居不和。北方大国的君主们，不管是后梁了、后唐了、后周了，还是宋朝了，交给吴越的命令就一条，哎，牢牢地牵制住邻居的后腿，绝不让以前的吴、现在的南唐跳过长江去。这两件事啊，就是吴越的立国之本。虽然是任务，但那也是保障。你只有完成这个任务了，人家中原上国呢才能好好的对你。哎，这让钱镠的子孙呢在两浙温暖富饶大地幸福的生活了三代人，直到第五代国王钱俶为止。任务变了，赵匡胤在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七月通知钱俶，行了，别再牵制了，你再牵制没什么意思了，咱们这么着吧，直接啊，咱们就抓紧时间打吧，你赶紧派兵吧，咱打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任务变了。正好呢，这个钱俶啊接到命令之后也沉默了。吴越全国却突然间沸腾了，打南唐好解恨呐！这么多年有多少吴越人死在南唐人手里，正好借宋朝咱们来复仇。
但是官场里的意见呢却截然相反。吴越宰相沈胡子忧心忡忡地找到了建筑，陛下，南唐是我们的仇人不假，可他也挡着宋朝呢，一旦他垮了我们怎么办？钱俶继续沉默，但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吴越一如既往听宋朝命，是不是无论什么命令那都无条件答应。沈胡子愕然，进而大怒，这般懦弱无法理解，吴越虽小难道没有兵吗？南唐还那么大难道不能联合吗？宋朝又怎样？自古以来中原北方的大国有多少次是在长江边上一败涂地的，不得不和南方小国划江而治的啊？怎么能连抵抗念头都没有，连敌人的影子没看见就认输了呢？钱俶呢没生气啊，反而呢向他笑了笑，像是有很多的话想说，但是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告诉宰相大人，哼，你被撤职了，回家去吧。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，钱俶是一比李煜还要怯懦萎靡的亡国君主，连稍微抵抗的勇气都没有，而且还给夺国的敌人去扛刀去。但是钱俶呢却一点都不在乎，他仍旧安稳地坐在自己的王宫里，脸上带着些许复杂但相当安逸的笑容。历史证明，或许他没有李煜那么聪明，更加没有李煜那样的才气，但是他清醒。沈胡子看到了一般百姓所看不到的局势，而他看到的却比沈胡子们都深远。也许他真的应该反问他的那位爱国的宰相一句，假如我现在反宋联唐，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我？到那时候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我吗？能不能？人生啊，不过就是一盘生意，人人都得为自己，对不对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是不是啊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谁都是为自己，难道不是吗？有一问题，李煜是什么时候知道宋朝下决心攻打南唐的呢？无法考证。史书记载，公元的974年，李煜最后一次拒绝了赵匡胤的邀请，不去开封之后，帝使决意伐之，但那是指赵匡胤在这一年决定要打他。问题在于李煜怎么知道这是最后一次？要是知道，他肯定不会去做下面这两件事。哪两件事？第一，赵匡胤被拒绝了之后，突然又提出一新要求，他让李煜马上派人护送南唐境内一家姓樊的人到开封来，全家老小一个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出事，给我护送到开封来。李煜摸不着头脑，但他刚刚拒绝过赵匡胤，心惊胆战之余正想着怎么讨好呢。何况根据调查，这家的姓樊的人极其普通，最有出息的是叫樊若水的落地举人，那送就送吧，无足为惜啊。于是呢下令照办了。后来呢他后悔的想跳江，但是当时他和他所有的南唐臣子们都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第二件事，时间就要往前推一点，一年前的四月份，宋朝派来一叫卢多逊的使者，人很和气，对李煜也不像别的使者那样武慢刻薄，于是他们很谈得来。在临别的时候呢，这位卢使者突然说，朝廷正在重修天下方志，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，你能每周都给一本让我带回去吗？小事一桩，李煜想都没想，立即命令手下连夜抄写赶工，务必抢在第二天早上以前送到江边，以免耽误了宋朝使臣开船。就这么着，宋朝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江南19州之地、山川地形、什么屯戍远近啊、户籍多寡、国家级机密通通一网打尽。直到这两件事都办完了，赵匡胤才对李煜进行了那次最后的邀请。李煜不识好歹，于是历史上就记录了宋朝这一次出兵江南的原因，叫倔强不朝。因为一个人不来，那么就派10多万人过去，这是个道理吗？那么赵匡胤在伐南唐的时候究竟是做怎样的战略部署呢？那姓樊的一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